口，达州宾馆的门口那个公交站台，晓得公交站台啦，达州宾馆的公交站台。来嘛，我给你们整一首歌唱一下，听下那个声卡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那个声卡要调，你们买回来绝对用不来。要他那边给你调，还给你说，你买回来你是连接不上的。够他那个家伙声高得很，他那个声卡你看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我给你们唱一个歌，看嘛，他里头是修了音的。我其实我唱歌好很难听，请我那里不用了，红哥，谢谢，谢谢红哥。我给你们唱下那个声卡好不好听嘛？兄弟们，网上有几百的那是假的，兄弟们几百块钱那是假的，我都不敢买那个，啊，我还是买的那种贵的。我给你们唱一个歌，你们听一下看看好不好听哈？来唱那个《爱情一场梦》，要不要得？你们想不想试下那个声卡好不好听？想试一下的，你们先扣个一，好不好？来，来嘛，兄弟们。我们坐在那聊硬是要来来来来来，我给你们唱一下哈，你们听一下哈，来嘛。要得，他是修了音的，那个声卡确实好听，特别是买的声卡配音响，兄弟们，他里面是修了音的。你唱的不好听就好听滚，3000块钱呐，3000多块钱呐，能该多吗？你看我，你们晓得我唱歌都很皮哈，你看我给你们唱一段，多的不说，我做直播不得像别个弄的那个啰嗦，是不是？唱。喂喂 Hello， 谢谢姐姐哈，感谢我兄弟一姐姐哈，我姐听到哈，感谢我兄弟把头来加起哈。爱情就像一场梦，一时哭一时笑一种，我的快乐不要再落空，不要对我来去无影踪，我想说说说你不是不爱我，你曾对对对我用心深爱过，是我错，是我的错，原谅我，痴情的对你说。跟以前的差不多，是不是？跟以前的差不多嘛，红哥。但是他那个连接音响传出来的声音很好听。我跟你说呀，麻辣烫，我带那个。我在那个卢金苑那边等你好久，我那天在通州街都在说你，我二货都找不到你，我二货，你都不冒个泡，麻辣烫，我二货，我在那边找过你两个，就要感谢我熊姐一姐姐哈。他那个我跟你说嘛，红哥，主要是连接音响，感谢我云姐，他主要是连接音响传出来的声音好听，他一路修了音的。好，莫讲了，讲不得了，还来挂小没挂小王子，还来要找，还来要找，是什么？还来要找封号，我二货嘛，去我店买，哦，麻子我还买，哦，是什么？他在卢金苑找他好的，有点差距，与这搞事是有点差距嘛？欢迎我万元礼品妹妹来了哈，我再给你们整一首看一下哈。整个红尘情歌来听一下看。喂 ，Hello， 喂，你听下那个声音，感谢我兄弟一姐姐哈。你知道我最爱的你。你知道我还想着你，你别是说好的不哭泣，为什么眼泪迷离？分手时含泪看着我，到现在你是否记得我？爱情的故事分分合合，
痛苦的人不止我一个，轰轰烈烈的曾经相爱过，卿卿我我变成了传说，浪漫红尘总有你也有我，让我唱一首爱你的歌。真小浪，谢谢万日高的加油，感谢万日高。欢迎我杜先生，你哪天在通州桥看到我直播，你都不我哪天还得说你好不好，让我唱一首爱你的歌。感谢我姐姐，我的妈耶，感谢我姐姐每天都来支持我，谢谢我姐姐，命中的贵人，你们真的是我的贵人。感谢我云姐，谢谢我云姐的麻将。云姐，我跟你说，云姐，一个广告只能挂得到六七天，挂了后头他都没得流量了，云姐，晓得吧？包括我拍那个广告，顶到七天时间，我都要把它删了。虽然也是收了别个的钱，你也要把它删了，不晓得吗？顶到挂得到六天，没得用了，就推不上去了，晓得吗？谢谢我云这个，感谢我那个哈。没事的哈，有空的时候可以帮我打下广告就可以了。要得姐姐哈，发久了后头他就不推流了，所以说就停得了，没得用了，晓得吗？云姐，发出来的作品广告顶多就在三天之内啊，我们基本上打的广告都在七天之内就把它删了，晓得吧？哈、啊，露西美女呢？你又记得到露西？姐姐还没好，在哪里？我是在达州宾馆的门口。好，可以了，我今天那个账号又要快起来了。昨天的人少，但是今天的人气今天又冲上来了，嘿。今天又冲上来了，好好的播。那因为那今天感冒了，还好我人没死，我二货差点点死了。那今天休息了，我说听到播的，怪不得就没得人气。其实不用双可以留住在哪里哈，有人气了看你作品也了，不用酸嘛姐姐。酸了呢，我二天又给你发嘛姐姐，二天等几天又发姐姐，好吧？等几天又发云姐，好。我那个广告打了有三天了，再打四天算了啊。好的，谢谢。主要是发了两三天才有用，后头的都没得用，他就不推流了啊。谢谢你们的赞赞，好吧，每天都在找你姐姐。我那今天真感冒了姐姐，熊姐姐晓得吧？我现在走颜值路线啊，你们帮我点点赞好不好？今天才看到我姐姐，你头儿黑了加一下嘛姐姐，好不好？你还把音响没去吗？涛哥没有，嗓子没好。涛哥上接不接下行，等我再好一点的了，我把音响没去，我到西外去了，我准备没现在目标先忙说出来好吧。我看看直播间好多人，你们没去给别个说，我跟你说，我等我下一个，等我嗓子好了，我在西外去发展。我在西外去发展了，因为我天天在中心广场转得别个都看烦了。保重身体好，要得，感谢姐姐，再给我三四天的时间好。我到西外去整，哎，我今天做的了，硬是要把人气整到一百个，我那个整不上去我不走。一整到一百个，我今天开个张 ，OK， 涛哥，嗓子哑到了，涛哥，嗓子哑到了，背起来唱不出来，乱点，晓得吗？没得感觉，涛哥，啊，哎呀，谢谢你们哈，感谢 ，OK， 哎呦，感谢我姐姐。感谢我姐姐，我们今天看看好不好？人家没房子，感谢涛哥。嗨，姐姐好，好像我们俩见过哟，好乖哟，走了。放妹子不会酸醋，啥子意思？哥哥，感谢我人生有道哈，感谢我人生有道。早了，广告。广告你要跟你说嘛，今天他没得流量，没得流量，流口水了。你我跟你说不会限流，但是不会限流，但是他不得推流，他不推流广告，他不得那个推流，因为他属于说是一种引流。流口水，我跟你说，人生金无绝无人生，你不喜欢美女吗？先说，刚刚有两口子来了，我不敢说，我怕吵架。
糟了，又来了个美女，今天好多美女，欢迎五哥，中午好哈，云五哥，中午好，嗨，嗨，谢谢哈。你看嘞，欢迎我勇哥，你看嘞，离我好远了，看嘞，离我好远了，我了，生怕他我看到了我了。我觉得说，他绝对在做拉活路，行不行？对不对？看嘛，他绝对在做拉活路，我了，把我惹。